因为当时一住别墅，反正就不太方便养动物，就觉得养鸟比较方便。他们之前还说要养蛇养什么的，我们那边还养匹马呢，养马、鳄鱼、蟒蛇，看动物园嘛，动物园。羊驼，羊驼要吐口水的，羊驼给它洗澡，你要拿个纸板挡住嘴。那马也是，是。我还喜欢狗，狗每天都得遛。现在根本不用遛那狗，你现在就买个那个桶，大圆桶，就搁那上。你以为是仓鼠啊？你就跑。我仓鼠都不这样跑，我跟你讲。让它跑，不跑不吃饭。但仓鼠也可以遛的，我遛狗。人家出去遛狗这么牵人的，它是绑在小拇指上。出去遛它就怕被吃掉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万一别人出来遛狗，出去的时候遛了一只老鼠，回来的时候只有根绳了，上面还有点血丝，血丝。对，猫还好，就你只要给它吃。遛猫，猫遛我呢。那你的猫这太肥了，不遛。什么猫啊？我是英短。英短啊，我也想养英短。他刚关过那个猫这么小，接回家这么一点点大，才三个月吧。那现在已经这么大了。我今天看到那猫，我吓了我一跳。你看我猫啊？对啊，我说这哪是野猫？野猫。